昨天把这个九柱星呢大概念了一下，今天呢再讲一下这个九柱星呢。每一种都属于禅定，第一种也属于禅定，但不过这种禅定方法呢，就刚开始那就是还不是很熟悉，还是很粗浅的一种禅定境界。第一种就属于柱嘛，叫内柱星。习定呢，就将散乱的心收拾，让心意住在所缘境上，这是习定的第一步，或者叫内住。他画了一个图哈，就是一只大象，狂象，然后被猴子拉着跑，两者都是为黑色的，路上的火很猛烈，这说明在开始的时候心完全不受控，必须很用力修，而且很用力修也不太见成绩。但是第一种方法呢，偶尔也会有一些定，叫数息啊，或者观心呢、啊。细缘一静，念念相续，安住其心，不令散乱。这第一种。第二种叫做摄住心，也叫续住心。虽然将心宿舍于所缘对象，但无始以来的虚妄的心念呢，会习惯性地想到平日所做的一些事情，所看到的一些景物。此时呢，心就跑到所想的人和事物上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若忽而正知升起，就是忽而觉察到，就把心拉回到至于所缘的对象上，可是一会儿又忘记了，又想到别的事情，于是心又再次跑掉，经过觉照又再拉回来，像这样断续不定的来回的与所缘对象上，修定的第二步称为续住。虽然经常跑掉，但是跟完全平时那种散乱的是不一样的，还在做这件事情，虽然做的不怎么好。行者呢，手拿着工具在追象，但还是追不到，象还是被猴子拉着跑，但二者的黑色少了一点点，这就说明在第二个阶段呢，心能很短的时间内停住在所缘上。第二种呢，就摄住心的，就是觉得 念头骚动，即便摄住令心安住。第三个叫做解住心，解住呢就是或者叫安住。此时心已经习惯安住于所缘对境了，妄念一起即能发觉，并立刻的就能够把心拉回来，心叫安定，不会常常往外跑，这样的心呢境呢叫安住。第三个境界呢就比刚才第二个境界好得多了哈，它就是跑了以后呢很快的就会拉回来，并且觉察的也比以前快得多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行者已经把那个铁钩锁呀已经绑到象了，就是已经套着那个象了，第二个还是在追哈，象已经被套住了，不再被猴子拉着跑了，但还是跟着猴子。二者的黑色又少了一点，这时呢兔子出现了。他注意看，在这个时候呢，象猴兔开始看向和尚了。前两个阶段像是看着追着猴子的，这部分的图表示这个阶段我们能摄心，心开始有点点受控，但一在外界的干扰时心又散了。第三个境界呢，就是说没有外界的干扰的时候，你的心有一点稳定了，念头一起马上就能觉察，但是如果有外界的干扰你还是不行，你就完全又散掉了，就是收不回来了。这个是慢慢练的，这都是长期练出来的。第四种呢，心已能够安住于所缘对象，与所观的对象呢虽然还不是很清晰明显，但只要有一念向外攀缘，便立刻的警觉，随时关照于所缘对象，称为静住，比第三个又近了一点，外界的干扰都已经不容易影响到了，和三差不多，但三者白的程度多，比那个第三种情况的那个白的程度多了。这就说明在这个阶段呢，我们能摄心，但一在外界的干扰时仍然会心散，就比第三种好一点，但是呢跟第三种的情况呢没有质的改变。第四种呢，就是你的那个觉照力越来越好了，所以说这都是练出来的，这没有什么特别的窍诀。第五种调伏力，从摄心向外而至静住，皆是把心扣在所缘的对象上，到调顺的阶段就会知道修定很好，体验到修禅定的殊胜，例如看书的时候理解力慢慢增强了，办事的时候精神能较集中了，
身也有了变化，心也能长处于平静当中。所以身心的情绪变化皆能得到具体的改善，降服烦恼的力量也增强了，对于五欲啊、三毒啊、男女相的诱惑呢，也能以静制动，不容易被外境所惑。现在行者不止这个钩索绑到相了，连棍子也能够出动的很好了，而且是行者拉相，那猴子乖乖的拉着相的尾巴了，像猴子兔子呢半白了，此时仍然有兔。这是说明在这个阶段我们基本上对粗的沉掉有控制了，但细微的还有。兔可能是代表昏沉啊，猴子是散乱。每个人的这个兴趣不一样哈。我自己呢，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佛法的时候啊，我只要是拿到佛经，喜欢自己想念的经，我好几个小时都可以不打妄想。但是呢，对没兴趣的东西我就看不进去。人家实践法一些东西，我就是一分钟都不想看，很多勉强的事情我就不愿意干。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能够很集中。你知道我这个记忆力啊，我以前我自己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，小时候特别是背唐诗我是最差的。但是呢，这个我喜欢的，我只要想记的东西，你看我记得上师的教研呢，我第一次见元音老人，上师跟我讲了一个小时的话，隔了好几个月我的一句都不忘记。真的，上次跟我讲的话我一句都不忘，就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吧，一句都不忘。真的，他每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但是没兴趣的东西我就记不住。世间的那个吟诗作对的那些东西记不住，可能跟过去是有关系，过去是没背过这些东西，没这个习惯。过去估计我也不是什么文人，吟诗作对我是不会的，但是对上师呢很恭敬，就对上师有信心，所以这个教研我是记得很快。学佛法也是这样，一学那几个小时都可以不会分散集中力。这个可能也过去是学过吧，可能那些经典的过去式都是很熟悉，所以这辈子一来就是很浓厚的兴趣哈，然后再加上又是初学，所以说就比较集中精神。第六种是极静心，调顺是克服外境的诱惑，到了极静呢，是降服发自内心的杂念。例如曾经看过的录像带、电影啊、杂志啊、思念故乡啊、国家、寻思、无盖啊、就贪欲啊、昏沉啊、吊举啊、恶作、怀疑，对这些也能以内心的安定功德克制它了，不易再受它的干扰。此时内心是寂静的，寂静如深夜的寂然无声一般，并非是涅槃的寂静，行者应知。这个时候啊，就是内心的一些杂念，就是发业障。这个时候你打坐的时候，任何外境都不会影响到你了，但是呢，内在的八识田里的这个种子还会窜出来，妄念杂念。这个时候兔子不见了，细微的昏沉也受控了，但仍然有细微的吊举。这个时候呢，像猴的白的程度已过了半，这个时候火很小了，表示这个时候只间歇用力保持定就足够了，就是你的这个坐意觉知力呢，就是不需要太那么用力了，间歇用力保持定就足够了。我们都听说过保任两个字，这前面都要保，保就是要作意的。这个时候间歇保持定呢，就是保就是用一半，一半用任，任就是任运的意思，这就不需要保，它也能够继续在那个路上，继续在那个禅定的境界上安住，这叫任。任运但是又不吃空不打死。保任两个字啊，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得上的，明心见性也啊，还是我人我会，一个功夫都有一个保任的过程。刚开始都是要保，保占十分，慢慢的保占九分，任占一分。这个保和任是互相转换的，
你不可能一直保到最后再突然一下认，没有这样的。这个保和认是这样慢慢的转换的，保和认的是9:1，然后8:2，到最后保结束了以后呢，那你就完全认运了，这就圆满成功了。这个你们要记住，修什么功夫都是这个保认两个字，没有光保的，光保不认的，你功夫就用死掉了。修着修着后面就变成执着，所以说后面要用认的功夫放掉那个宝。所谓的宝呢，就昨天晚上说的对治法，或者是说那个作意太用力了。所以你刚开始学的时候，你说第一种功夫是非常用力的，要很用力的修。为什么要很用力的？就是你要很强烈的作意才能够勉强的能够维持正念，就是正念还很少，这个就是保的意思。你不保它就一点都没用。像我们刚刚知道无我的道理的时候，你一不保呢，就完全又回到我的境界里去，我执的那个境界里了。你看我每天熏一点无我的道理，因为我执的习气太深厚，所以说你一不保它又回去了，又回到那个我执的境界里去了。所以要保，保的就是作意，作意无我，进入这个无我的境界。你不作意它又回去了，它这个业力太强了，就那个弹簧一样的，你拉过来拉紧了它就拉开了，你一放它又回去了，又弹回去了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这个我执就是这样的，听法的时候就相当于拉弹簧一样，因为它那个业力太强了，所以说你得非常用力的拉它才能勉强把那个弹簧拉开一样，你一放手它就弹回去，所以这个我执就这么坚固。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弹簧给拉的没有弹力了，哎，它回不去了，这个时候你就有点功夫了，那个我执回不去了，我执回不去了就好办了，经常可以安住在无我的境界里。这个是保和认，这个很重要。这样的东西你要是没有师父教你，除非你是天才，你自己可以悟出来。这个书上讲不到这么清楚，是不是啊？师父也说保认哈，就是啊，剩下自己学吧。师父教了你们呢，你们就知道了，以后用功夫就快得多了。这就是窍诀啊。第七，最极寂静心。最极呢就是比第六种更寂静了，上面的寂静还是以静定来制服寻思等烦恼的，就是初禅以上还有那个寻思的哈。如以石头暂时把草压住，但被压住的草还蠢蠢欲动的，并非烦恼心念前不现起，现在已进步到了寻思等一起即立刻遣除。前四住心呢是安住所缘的过程，但修止成定主要是为了离欲恶不善法，所以定力一强，从第五住到第七住呢就是降伏烦恼的过程。降伏烦恼并不是根除烦恼，必静而又静，第一个静是安静的静，后面一个静是干净的静，才能够向正定迈进。这个时候呢，行者不必再用比较粗暴的工具了。所谓的粗暴的工具就是你用很粗大的对治法，或者很用力的对治法。不光是对治法很粗暴，那个棍子很粗，是吧？然后还很用力的打，就是那意思。只是轻轻的盯着相就可以了，这个时候你只要看着他，他就不乱跑了，猴子也投降了。这表示在这个阶段呢，粗的沉调早就没了，细的沉调也受控制了，虽然还有微细的调举呢也几乎没有了，但是还是有一些，这很少，这个是不用工具了，只要这个觉照在就可以了，一觉就行了，那个时候已经不需要太注意。第八是一去心，心已安住，不受内外不良因素所动乱，到了平等正直慈心的阶段，就此努力使心专注一境，力求自然不断相续的任运而住。你看这个叫任运而住了，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宝了，任运而住。这个时候呢和以上也都不见有火了，猴子也不见了，大象都变得很白了，说明在这个阶段能长期的在定中了，心已完全受控。如果你的心能够在这个功夫呢，那就好办了，完全受控了。
这个时候就能够自然并且不间断，不受内外不良因素的动乱。最后是第九种，等持住行，这是专注一趣的更进步，就比第八种功夫成熟，不加功用，无作任运。你看这个时候真正的到了无作了，任运自在。前面都还有一点点，第八种的时候基本上就不用作意，但是呢还没有随心所欲啊，就是还没有到那种成熟的境界。自然相续而住，习定到此阶段就是要得定。修定的方法不同，成就的时间因人而异，因为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，禅定的这个根基是差得很远的。但从最初摄心到成就正定，叙述这个完整的过程，依圣者所说，修止的方便过程不会超越九住行，大概都在这九种范围之内。对于基本定法的养成，应该依此修习，要能正确认识自己的进程，才不会生增上慢而贻误了自己，伤害他人。习定的最高目标固然在转迷成悟，如果一开始便高谈迷悟的问题，除了少数根基深厚名利的人之外，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切实际的。行者呢，坐着修定，像很乖乖的躺在他的旁边，顺得不得了。在第九部分的行者的心呢，由彩虹延伸出来，这是说随等持住心后的境界和修持，彩虹路上的飞天和尚表身的清安，行者骑着象表心的清安，身心都达到最高的清安了。最后行者呢骑着白象，而且有火有箭，这是表示止观双运。这个火和下面表示作意的火意思不同，这是指智慧的火，箭是表能断轮回的无我智慧正见。这个九住心呢，里面它不完全是外道的，就是说到了后面呢，就是在正见的这个指导下修定，就是止观双运。我前几天有说过哈，你有什么样的正见，你就有什么样的正定，这个知见是非常重要。六祖说不论禅定解脱，他这个意思是说正见重要性，有了正见以后，后面的禅定并不是很难，禅定就这样练下去就行了。但是正见你没有得到之前的话，你的任何禅定再深的禅定也是没有用，你就是得到了第九种禅定的这样的境界，心完全纯熟了，但是你没有智慧的指导，你是外道定，那就是不能够得解脱的，不是止观双运。我们有什么样的智慧，你的定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自然会把这个心呢安住在你那个正见上，特别你有人我空性的正见，你这九种修法都可以用上，你用到后面，你慢慢的自然的心不散乱啦，也没有妄想啦，慢慢的你这个心呢就静下来了，以后你就会把正念提起来了，你就可以把心安住在无我上，一个我字升起来，你就对峙那个我字，你用那个无我的正见来对峙你有我的那个执着，慢慢那个我执最后一点一点一点没有了。这个就是在第四第五都有的调伏嘛，特别是调伏的时候，还有激进的时候，内心的杂念里面有五盖，五盖的话其实也包括这个我执，我执也是一种执着，也是一种烦恼，也是不正见嘛。六大根本烦恼里面有个不正见也是可以的，激进心里面，那你有我执的话它就不激进了嘛。所以说外道的定呢，它只是定在一个死的对象上呢，也是不行。我们这种九住心呢，它是通外道也通这个内道的佛法的，你要是有我的正见来修这九住心，最后一定能断轮回。你修到调伏烦恼的时候，特别是内心杂念的时候，是第六种，到第七种的时候呢，这个我执心就会越来越少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它不光是微细的这个沉和掉了，就是你只要还有执着，它这个心里面它就会涌动出来，
你要是光光是打坐入定的话，这些是修不上去的。因为打坐的时候可能没有烦恼了，但是第五种就是说调伏外在的这个诱惑和烦恼啊，就是你要对境的时候，对境来了你都能够境上不动心，以静制动，不会外境所惑，那是第五种心了。也就是说在第五种的状态下你都得需要去对境练心。这里说了，对五欲三毒男女相的诱惑都能够以静制动，那这个时候你坐在那里你是修不出来的。所以说禅定并不是一定是坐在那里的，这个第五种的调伏心是对境练心的。要你看我为什么讲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每天修那个静心法要，就是叫你们学会这种对峙的力量，然后先在坐上去观修，然后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尽量的不受它的影响，慢慢的你的心就不会起那个妄想了，不起那个贪心了。看到对境，你那个贪念刚升起来的时候你已经能够觉察到，并且用观修不净啊，或者观修无常啊，或者观修无我啊，都可以对治这个贪爱的烦恼。这就是调伏心啊，这在第五种的状况下。还有第六种，我们现在都是用这个功夫，有些人还在第一种第二种状态，那就没办法了哈，完全还没有进入状态哈。第一种的人呢，就是染污心、贪欲心、嗔恨心，就是一大堆了哈。这个时候，但是你已经开始学佛了，就是你那个时候啊，已经开始慢慢的知道忏悔了。眼睛看到好看的就想看，听到好听的就马上就要听，好吃的就要吃。这个心呢，就是一点定力都没有，完全是散乱的心，涣散的心。凡夫轮回就是因为这个涣散的心，他不收拾，他不管，就像那个野马没有套住一样，像狂象一样，那他就是乱来的，完全随月漂流。这个涣散的心呢，如果没有去驯服他的话，就像野生动物一样的，他就完全不听话的哈，完全随月漂流，一点自制力都没有。你看世间的凡夫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完全没有控制力，就是跟着业力跑，一点自制能力都没有。你看这个儒家文化里面，他就是从小就教你学会自制，但是他们有些人到了明清的时候走极端了，有些世间人也接受不了了，后来就要打倒他，就像那个西方的那个中世纪一样的。那个基督教啊，发展到中世纪的时候啊，也是走极端了，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了，很多人都不结婚了，都跟出家人一样。很多的修女还有神父啊，中世纪的时候他们说很黑暗，其实不是，那个时候就是对这个人的欲望就是限制，并且呢那个时候人都穿的都是裹得严严的哈，眼睛都看不到，都不让你看。那个中世纪的时候啊，他是为了克制人欲，克制人的欲望啊，他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所以后来出现文艺复兴，就是抵抗这种宗教的力量。他们就受不了了，真的神父就有些时候开始变态，什么同性恋了，什么乱七八糟就是出来了，因为他的根基不够嘛。但是外在的宗教的约束的力量在那里，他又不得不去遵守那个宗教的条例，他受不了，他没有方法来克制。文艺复兴以后，后来一直到二战，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有就是完全的人欲膨胀，膨胀到极点。二战结束以后又开始反弹，往回弹。历史，我又讲历史了，一下把欧洲历史讲完了。二战以后的欧洲人开始反省自己了，回归宗教的信仰啊，所以说你看现在好一点，但是又有些回弹。这个科学的力量还是作用很大，虽然是反弹了，但是科技时代的力量太强大了，它虽然反弹了，但是那个惯性力还是很强。所以现在西方人也是很怎么说呢，忧愁 忧恼吧，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往何处走。基督教已经不能够让他们信服了，
因为经过文艺复兴以后他们开始叛逆了嘛，最后到尼采的时候就说到上帝死了，敲响了上帝的丧钟，上帝都会死掉你看看，所以说他们这个也是个极端，走到那个极端很可怕。但是现在他们西方人虽然也还是有信仰，但是他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了。我跟一个西方人也沟通过，还是学者，虽然偶尔去，也很多人都不去教堂了，偶尔去也是一种形式了。我们中国也是这样，中国在明清的时候这个儒家文化也是有一个时间呢走到一个极端，就是把人欲克制到啊，要求这个存天理啊，什么灭人欲啊，然后人走到一个极端，然后很多人就是打倒孔家店。为什么有人要打倒孔家店？就是因为他说的这个话让人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让很多人就是受不了了。你要存天理灭人欲了，你现在受不了了是吧，他还想结婚呢，打倒孔家店，不打倒孔家店我们这个名不正言不顺呢。他认为后来儒家的东西啊已经在民间呢有些异化了，这个我不是很懂了，就是有一部分在统治阶级，他们并且呢用这个东西来统治老百姓，自己又很糜烂，用这个来要求别人，所以搞得就造反。儒家的文化为什么后来被很多人反对，也有这个原因。这个原始的儒家文化是很好的，是吧？孔子的东西非常棒，但是后来就慢慢的也异化了一些，传承的时候啊有点变异变种了，就忘失了原来的儒家文化的真正的精神。其实孔子是最人性化的，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孔子的这个书啊，我就想这个孔子非常好嘛，很人性化的嘛，当时我自己就这么个体会啊，不像一般人宣传的那样，最人性化的一个菩萨。所以我后来说他是菩萨啊，讲的太远了。那幅图很好，这是真正的呵呵，当你的内心达到这个禅定修完了，那你肯定是呵呵了，绝对没有矛盾了。今天讲的就比较清楚了，昨天读的你们可能读的后面都读糊涂了，今天这样讲一下就稍微清楚一点。